看最新一集的爱玩热肠，今天我又跑回来定安咯。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，怎么那个 video 放一下子，讲要回去吉隆坡又跑回来。现在在这里看这棵树，还没有开完哦。这猫山王在这个鸟屋旁边的，那时候就讲了。那时候还以为说，哎，这么长这样大了，没有开花，现在你看就已经开了，就是有花来。哎呦，你看这个花，花开了。哦，断了，不全了，是吧？这边你没有浇点水中？哪里断了？你看这个花开了，这边还没浇水啊？啊？有些这些是会脱，这些还没开。啊？跟那天比？就急嘛，这草不跟草。天气很热。然后草割到很清洁，这全部树哦，全部几乎每一棵树我把它讲都有开花嘞，所以这次请来就拍给大家看。我是因为有东西有要做，所以我这次跑回来。你看这些才要标出来。哎，那天天这里应该是跌下来了花，那天我回来的时候是没有开的，现在才要出一点。天气太热哦，我都。语无伦次，不能讲什么东西。可是也还没有一颗一颗去看，因为我昨天才回到来嘛。今天就大约这样子来走。哦，这里是开有处花蕾。哇，对，哇，蛮多下。这个树其实不是很大，可是出很多下。然后水一开，碰到我就奇怪，怎么这个菠萝蜜啊，水一直在流水。怎么跟这么在菠萝蜜从外面看呢？它一直滴水滴水，原来那个水也从上面喷上来哈，中了哈。这颗呢黑刺，我们路边的，今天工人才刚割好草。哇，这颗就真的是很多，哇，还一直出。你看，连在这个树干旁边的人，应该不懂会不会沉的。你看花差不多要开了，现在这些开了，有些开了。哦，你给它打。哇，那上面也是有，它长起来很像那个橄榄。哎呦，哇，你看这里，所以我们的比他们慢一点，可是也不懂会不会沉呢、啊？因为第一次生，有些就会跌咯，跌了就变成鸡脚，然后看呢，有小的苍蝇，小苍蝇，现在花开了，跑来打粉。天气热，可是感觉好像要下雨啊！希望来会下雨。哇，这个又出果了哦！这释迦果又出果了，很会生呢，这棵真的。现在我们去看前边，那天生的，你看也是很多花，已经开起来了。那边旁边全部都是，这个好像是泰国种榴莲这样子啊，好像上次一直在那边拿的。这个也是开花。很多棵都有嘞，这个你看，可能对别人来讲很正常，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第一次了，第一次有树开花，还没有成啊，可是希望说这一次会成啊，因为蛮多，可是很大几率也很难讲，因为最近天气的太变化太大了，哎呀，我们那时候装了水盆，你当有水的时候，很快它就会生草。可是要割咯，你看对面工人现在割到清清节了，割完那边就会割这边的咯。现在我们要去看 champion， 我们的 champion 树， champion 是最多花了。我弟弟他们讲，哇，那个草你看上几块，那天我来的时候拍都没有这样多，现在整个草又算长起来了。哇， champion 树在这边，呼，哦，哦，champion黑刺。哇，这个比较 solid 一点哦，那个花看起来还比较好像比较老树生的那种花。哇，真的超多的，看有些已经开花完了，打完粉了再去。哇，还在处了有些。哇，上面你看，这里也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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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那边也有，这上面那边也是有。而且长起来很顺利哦，这个就是打完了哦，这个是才要开花，这是已经打完粉了，
可是通常它会慢慢在筛选的过程中又在跌了，所以也不懂成不成。哦，这那上次的洞它都伸出来了，哇，越变越壮了这。你看，我把我弟弟的腿那边，你看这个树 ，champion， 嚯，到上面的有，让工人把草全部割到完，美美整个空空啊，又不一样了。我才相差差不多，我回去差不多三个星期了，又回来又不一样了。这树，你看这里全部开花了完，这个你看，那天我有讲的，这棵就是那时候长到蛮高下，然后那个12月的时候是雨季嘛，风太大吹来啊，整棵倒下来嘛。所以这棵是就上面倒断掉了，可是下面这里你看，今年开很多花。这个我给你带大家近一点看，你看，哦呦，这是老树哦，你看老树开的花，就在下面这里吧，静静的，也没有修枝，也没有什么，这是最早期啊，种下去也不理啊，就是放这吧了，也没有管它。还是长大，在后面现在有几棵全部其实是有花的，我还没有去拍给大家看。哎，我们看了，你看高上面的花整粒，会有好像葡萄这样啊，这个真的是蛮多的。这个就是我跟你讲了，这个就是王美榴莲树的啊，它的榴莲长得很美的，长到哇很美很美，可是味道目前就是甜了，还没有吃到它苦味啊什么，接下来就希望了越来越好啊。我都停下来拍给大家看，大家还记得这棵吗？我之前讲伸在地上了之后伸出来，你看它的花一直在飙咧，开花了哦。那天我来的时候它还没有开花，你看这里，哇，很美哦，开花了，开花了。应该你不要看它这样哦，一下子哦，可能我过两天过来哦就没有了，就变成单单一个样子了，它全部花就跌下去了。你看现在都已经开始跌下来了，你看后面的，你看轴承的话不用多了，一粒每一个地方有一粒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个黑刺，这树没有到很大嘞，还 OK 不了。树状最重要是树状下面这里壮啦，然后你就可以留一点咯。好像有些人讲说树太小不要伸是正确的，只是说你也不要给它伸多多嘛。好像有些太多的话，之后太多就你才处理掉哦。再看这个，这个真的是这长在地上的，它竟然在这里，它从下面长出来的，好像树枝这样子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沉呐，可是。也是很特别，你看它要开花了，它已经开始开着了，它从这边下面长出来。哦，这棵上面就没有花，只有这样一个不了，还有这里两个点，跟下面。Bye。